马上引来国议员的不满。成功。再看你，哎，这不觉得皮黑到很夸张？哪里皮？ 整天没有喝到水，一直喝咖啡。哪里？我把咖啡当成水喝。可怕，不可以这样啊！怎么哩？这个人也是。嗯。再放咖喱粉。其实昨天剩下我家鸡肉。 这个很好吃啊！我们故事吃那个，那个太爽了。哎，真的没有发现，这个人真的很喜欢很绿茶的冰露啊。跟冰露。
还有手腕卷。 这里也是 omelets， 我是 Benedict， 里面有酱，七上出现，六七。 但煮的是猪肉还是鸡肉？
跑掉。在这里啊。这个是直接补了，米粉没关系。